在中国有没有泡过妞啊？这个能说吗？你女朋友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？回来了。师傅，我发现了，就是我一开一公里，他就开始这样子，而且他是断电的时候呢，他根本不给你机会，就是你发现。来电了。这个有电，但是就是你按它走不了，所以叫做。你可以试试一下，就是开久一点，你就会发现，而且很危险，因为后面的人不会知道你是怎么了。Hello， 你好。你是学生吗？学生，对，学生。中文是这么好？还好，就一点点。你在中国待几年？有4年多吧。4年多。中文这么好？还好。你是学生？我不是学生。你是小学生。中国好不好玩？中国好玩。你是哪里的？我南非的。南非。你们是这个店，这个店里的？对。Okay， 你们是买什么衣服？没有，买吃的，买麻辣烫。麻辣烫。你喜欢吃麻辣烫不？喜欢。有哪种麻辣烫？点哪种？待四年。你待了4年，说普通话说那么好啊？就还好，不没有那么好。吃不吃槟榔？我不吃啊，谢谢。吃不了吗？吃不了。吃不了。他们那边不吃槟榔。抽烟吗？也不会抽烟。也不会抽烟。谢谢。那应该你存了很多钱了，不会抽烟，不会。也不会抽烟，不会喝酒，也不一定会有钱。会不会泡妞？泡妞肯定会，我啥都可以不会。会不会在中国？泡妞不能不会。安家。对呀。会不会在中国安家？那就看我。我那个时候有没有很多钱？你们不是要彩礼什么？要房子，要车，哇，好复杂的呀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得先有 money， 对吧 ？money。你在中国有没有泡过妞啊？这个能说吗？你女朋友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？我女朋友是中国的，我前女友吧，反正我现在没有女朋友。那能受得了你这个底格吗？那你得看我那个女朋友愿意不愿意尝试，对吧？太猛了，你们那里人太猛了。你怎么就觉得太猛了？受不了，你们那边人强壮啊，你们那边人没你强壮又怎么样呢？你就是没有技术，你就是也不行，对吧？对，看你们外国的电影，你们的鸡鸡太长了，你看的都是那些他们特意找到那种，就是你他们拍起来之后，你看的你就会觉得哇，真厉害。但是我们普通人就没有那么没有，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大那么长。对啊，你们中国人也有，你可以发现确实有一些大佬，对吧？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中国人都这么短啊？没有，你们那边那么长？那是你认为的，但是你是啊，你是不是你看所有的外国人你就觉得？是哪里的？你长家了吗？我不是，我是外地的。外地人，外地人不能长家吗？你可以找一个长沙的妹子，长沙的妹子大长腿。大长腿，找一个长沙的妹子。我老婆也是大长腿，我老婆不是长沙的。你老婆不是长沙的？你有老婆？我有老婆。怎么不给早说呀？哎，你光怪了。给你介绍一个不要彩礼的，要不要？不要彩礼的，只要不凶，对吧？不凶。你怕凶的？中国女人没有不凶的。那不一定啊。你老婆凶吗？凶啊。我不凶，我老婆会玩刀子。刀。你一个人来的吗？我一个人来的，对，我一个人。今天也是一个人在这边啊？对啊，我一个人在家里。你在这里？来了。
拖了几年了？一年吧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在学校这里已经四年。那个那个，给你们讲那么好吧？还好，有点是中了。嗯，你来这里是读书的？我来这里去读书的。这是理工大学，你在上大学呀？我在上大学。多少岁？我现在24，我现在是在研究生，在那个长沙理工大学。24，98年的。跟他一年的。人家还在上学，你的结婚是？你看起来好成熟，像30岁了。是，我像30岁，没有吧？你的普通话还没他的好嘞，你是要？他的普通话没你说的好。嗯，广西的。广西的，广西挺有名的。你们广西有什么好吃的？有啊，螺蛳粉。什么？螺蛳粉的。螺蛳粉。吃屎。长沙不是也有螺蛳粉吗？有啊。就是广西的呀。你看螺蛳粉好臭的，是的，嗯，好香，好香。我喜欢吃的好香，你们喜欢吃的南非那个东西，这样蘸一下汤，吃一坨粑粑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就是 一坨面粉。他们是公广的来的。这蘸一下吃那面粉，面粉。他们那我们主食是，我们主食是，你知道那个玉米粉对吧？玉米粉会被做到一个像胶一样，然后再吃。它不是怎么说呢？它不是，我以为是面粉，它不是。那不是玉米粉，对，它是玉米粉。相当于是我们吃的米饭。对，玉米粉。那个是主食，就是主食。那你来这边吃米饭吃的习惯吗？米饭，反正就是说主食呢，就是说主食，但是是这样子，可能下午吃米饭，还有就是晚上再吃那个。你们那边玉米粉，所以我们以前就是吃米饭，所以就没有那么没有什么不一样的。你们家乡吃饭用不用筷子？不用筷子，用勺子。用手或者说勺子或者说刀那个。对啊，那不跟那就不一样的，黏黏的，就是那要看你吃什么。吃是米饭的话，那就用勺子；吃那个吃什么呢？吃其他的，假如说我跟你说的那个，我们就是那是要用手。用手吃，用手吃，对吧？你们那边的菜比较好吃，还是我们这边的菜好吃一点？我们的菜这边呢，那肯定是怎么说？我跟你讲啊，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历史，就是食物的历史，对吧？但我们这边没有那么多的食物什么等等，你们这里食物太多了。食物太多了，可能你要吃你都吃不完，对吧？啊，你们那边野生动物是不是很多？对啊，野生动物要比较多一点。就是你要去看，你要去旅游的话，我可以推荐你去我们国家。好，对啊。他们会不会歧视中国人？不会吧，反正你们那里不会。现在就是还人人都拿枪。那不没有吧，没有吧，没有啊。反正你看啊，在非洲里面有52个国家，对吧？在52个国家，摸一下你的肌肉吗？在52个国家里面，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乱的，可能就2个3个。那你想在52个两个三个，那不算那个，对吧？你们那边车有这么多吗？汽车那就看哪个国家。那个长跑冠军，世界冠军就是你拿这个吧？对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飞人那个。你们那边都好健硕、强壮、壮。那没有吧？锻炼的肯定强壮，不锻炼的就跟普通人都一样。你健身锻炼？我锻炼，我健身，对吧？他经常健身，他有这个身材的。不是每个人都有，不是每个人都有。我以为你们每个人都有这么。没有，没有，我以前也没有这样。你以前多少斤？我以前64斤。64斤啊？60公斤。对，60公斤。反正我们用的是公斤，所以我就平时都用公斤，不习惯用那个。120斤。那你现在呢？健身以后？现在73斤。73公斤，在就是锻炼的9个月之后，对，锻炼的9个月之后。用英语怎么跟别人交流？用英语最简单。最简单 ，Hello。Hello, yeah, hello, how are you doing?
Where are you from? 那就是你是哪里人 ？What's your name? 你叫什么名字？还有什么？还有很多。嗯。How are you? Yeah, 你怎么样？对于你来说肯定很难，对别人来说肯定很简单。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 就是。啊，那你会啊，你会啊。Yes, I love you. 可能去你那里都不会讲。可以问路，肯定。肯定不知道啊，问路的话。我也刚来的，也什么都不会，就是一片空白，啊，太难了。那个时候我只会说，好吃。在中国，只要学会 I love you 就可以了。Hello, I love you. 那你跟谁说 I love you 呢？每个人都这样说啊，就可以了。你跟我跟一个女生说 I love you， 我被她的男朋友打了。那你说，肯定得看你是在跟谁 I love you 对吧？老板，你怎么样？是发现了吗？发现了。啊，对啊。买菜，我得跟。还等吃。祝你明年买奔驰。明年买卖奔驰，我不用买车，我学生，我买车，我又不出去喝酒，我又没有什么很多朋友，我买车就像我现在我住的一个房子，我都觉得我很笨，这么大个我一个人我就觉得很笨，对吧？所以就像买车一样，我买之后怎么样呢？你有了奔驰可以讨三个老婆，讨三个老婆那不用了吧？真的，你骑电动车只能拖一个，你开了小车都上不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一个老婆就够了。他们朋友，你加他个微信，你加个微信。可以。加个微信，我们交流一下。但是你不要发英文给我，我看不懂。你可以翻译啊，你那个可以翻译的。对啊，可以。你发中文我也翻译，反正我不会，我不认字。你们手机是不是都是英文啊？都是英文的，你看嘛，不是收款，我不转钱给你，就那个，我也没钱，我就那个，老的。你想学什么？你叫马丁。马丁。我叫汤姆。汤姆。OK。OK。Thank you。OK。他叫汤姆。OK。谢谢。他叫他。拜拜。拜拜。I love you。我真想说 I love you。可以了吗？那是什么问题啊？当兵的问题。那能修吗？这个？哎，修好了。要不要修好了？好厉害，那我可以做了，因为我开的时候呢，他是我后面的人。他当兵，他没回来。没回来啊。因为我开的时候，我后面的人肯定不知道我已经没电了，然后他就觉得可能我还在继续，他就把我给差点都被撞了好几次。啊，好吧，老板，谢谢啊。好吧，坐了。